慢慢来，要小心，慢慢来就没有关系，慢慢老。Hello， 这双情侣鞋昨天才买，因为明天我们跟台湾的朋友去阿里山呢、啊，怎么练呢、啊？去爬山，好开心。台湾朋友带我们去阿里山呢、啊，他们说明天会下雨，带两个两件咩啊雨褛，诶，广东话唔识讲，跟住带佢哋要带太阳眼镜啊。没有人说，我只带、哦啊、太阳嘛。有啊，好有型噶嘛，跟住佢哋话好得意话要带拖鞋喎，佢话即系嗰落走嗰阵时咧，上车如果湿咗咧，咁啊带着拖鞋，跟住要带头灯。因为除到嘛。跟住然之后，最紧要带照。好在我哋就一日食一餐，所以行完之后。翻到嚟先食都未遲，所以帶少少嘢食咁啊。因為我哋唔過夜，咁啊，我哋即係初學者啊嘛，唔會行好耐。佢話行七個鐘係嘛？我都有啲擔心七個鐘。所以佢着啲雨衫去啊？係啊係啊，跟住然之後帶啲糖咁樣係啊，糖啊請佢哋食嘅係啊，我哋應該都可能會擺我度咯。好啊，擺你度啊，應該都唔會食好多。跟住帶啲垃圾膠袋，唔係帶咁多，帶幾個啫，係啊，帶咗。攞嚟栽啲濕嘅衫，跟住誒垃垃雜雜。佢哋話帶啲，佢哋話去到幫手執垃圾翻嚟。好啊，幾好喎！因為有啲人咧喺嗰度咧抌咗垃圾。太好！呼籲啲人咧去到幫手執垃圾翻嚟。我們真的認識好的朋友，就有這個觀念，就是台灣的朋友告訴我太太說，我們去阿里山。哦，在网络上看。网络看到。哦，就说看见如果有垃圾，就带一点回来。对啊。对。捡回来。捡回来，对对。他们特别去爬山都有捡垃圾。捡，对对对，就尽量啦。我们人类已经对这个地球已经很破坏很多，做一点点啦。3点钟起身啊，天都未光。看看欣賞一下個天先，騰白到個天咪黑色咯。好，我哋4:30就出門口啦。真的？2点多才睡。好開心，跟台灣朋友去阿里山，等一下要坐這裡兩車。現在幾點鐘？四點半。4:50。今天。3点钟起床，哎，开心，又出发了，哈哈。算不算了？算吧。我大坑也去过一次而已。哦。我们大坑好像去过2-3次。后面要是安全带，要吗？很开心跟台湾朋友，但是现在天还没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坐了个零钟头车，而家嚟到呢度补给，保持善念，感谢。多谢台湾朋友带我嚟，同我太太嚟呢度玩啦，行下山，接触多啲大自然。感谢老天爷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再坐这个小钟哥的车去阿里山，感恩。木头以后啊，
他们有在种回来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现在这都是后来种的。这个有趣。没有，没有。哇，这里好舒服。哎，感谢老天爷。哎，空气清新，舒服。哎，好漂亮。怎么看？怎么看到亮亮的？亮亮的铁轨。哦，那就代表它靠右。还有在跑。哦，还有在跑。哦，有没有黑妈妈的？这没有在跑了。哦，没有修。我们的车子也是一样啊，哈。嗯。刹车里面的那个来历跟那个刹车。哎，感谢阿忠哥，他带我们是我们的领队，今天带我们爬这个阿里山，带我们他先去探路，现在看下走唔走到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哋过去。没有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我们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你们。没有啊，因为台湾食物太好吃。台湾朋友问我哋会唔会中，会唔会怀念香港饮食？我哋嚟咗年纪啦，就其实都系暂时未挂住香港嘅食物住，可能过多几年啦。因为台湾太多好食嘅嘢咧，即系又新鲜啲啦，咁样啊，咁我同埋即系多谢老天爷。我们的就要谢谢老天爷，我们就来到这里，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，哎，厉害，感恩。啊，阿里山我哋第一次行，啊，好舒服喎，啲树比较多，啲阳光就唔会话晒。我哋之前行大坑咧，哇，好热啊，好晒。有一点，就这里的树比较多。啊，就是很舒服，慢慢的看风景，啊，感谢老天爷。哇，好靓哦，啊，哎，好漂亮，舒服。你这个会不会滑？什么？只是不要让手。哇，这里起雾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水汽很重。头先走咗一段比较惊险少少，就要爬啲铁索。阿飞，我太太啊，脚震啊，我太太她刚刚爬比较危险，然后她有点害怕。我说不用怕，我在下面等你。站在云端上啊，我们在云的上面。想要有就去看。我。你现在。在走这个山洞啊，要他们说要带头灯，原来因为我们早上就不用带头灯，但带一下也好，对，体验一下。带头灯最大的意义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有时候走不出来，遇到状况啊，状况坏掉了哈，那我们就有头灯可以走得出来，不然太晚了我们走不出来。过完一个窿又过一个窿啊，慢慢走进去。今日落咗啲雨，所以行就有少少跣，不过都好安全，因为直路嚟啫嘛。啊，谢谢。诶，我没有关头灯。一定要练肌耐力。你肌耐力不好，你就全部都是用膝盖的力量。对。诶，所以肌耐力我真推荐你们啊，真是可以练这个 HIIT， 非常有用。
省时，即系交橙烟冬，练肌耐力。啊，我而家练一个礼拜练一次嘅啫，咁啊，几分钟，即系几十秒跳好犀利，跟住然之后休息几分钟，跟住几十秒做三组，啲肌耐力啊、肌肉啊乜都出晒嚟，哇，真系好抵。现在要给他们登啊、要俾张证嘅佢哋睇，因为我哋申请入园咧要有张证，睇咗张证先俾我哋入去。顺利进园，走进来。哎，这个有一个坑啊，小心啊！因为他们要买保险啊，才可以进来嘛，所以他有一个证明。买保险先可以入嚟，OK 啊，好安全，其实都好安全。我哋现代人行得嘅路其实都安全嘅路。感恩，感谢，哎，这样要关注咯，这个就比较安全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拍俾我香港嘅屋企人睇，但啊、哦、有啲落雨啊而家。嘿嘿，哎，还好，有大雨捞，雨越来越大。现在的雨没有之前那么大，应该穿水鞋啊，水鞋啊，我们就买了登山鞋，雨鞋哦，对，雨鞋，他们叫雨鞋，他们都穿雨鞋，我们穿登山鞋，但是还好，我们登山鞋防水。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。所以伴集雨里并游，岂不快哉？终于到了终点，终点。嚟到终点啦，行咗两个零钟到啦，好似我都冇计时。但系就因为落雨啊，阵间就走回头路，行翻翻去。这个是车站啊，之前系车站荒废咗，我们在这里，他们在这里吃东西。我就跟太太，因为没有到吃东西的时间，所以就等一下回到家，回到回去之后就吃这个火锅，哈哈，开心。要回程，冇落雨了，哈哈，感恩。现在回家咯，要小心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看到一点点，但是这里是平的路，是不是？可以拍，但是都要小心。现在快要两点钟了，就快两点钟了。原来我们上来的时候是用了三个多小时，现在上就应该差不多都是三个多小时，总共就差不多六七个钟，六七小时。但是要小心哦，拍影片就要比较安全的地方才可以拍。这里是不是好漂亮，很轻松，漂亮。活着但没默默地进觅我的去路。这样子很有 feel 啊。呜呜呜，我们的同伴在后面，有些在前面，所以我们都自己走自己的步伐啊！头先停咗雨，而家又落翻。刚刚我们就想要不要脱雨衣，还好没有脱。现在又下雨啊，但是真的很轻松啊，这里哇，很舒服。然后看见有人露营，见到两个营喺度，咁有几个人喺度扎营咁样，啊，很厉害，带那么多东西上来了。哦，到此啦。
这里比较危险，要好小心，最重要安全，慢慢的走，不用怕，安全第一啊，小心，慢慢来，要小心，慢慢来就没有关系，慢慢落。现在连分散了吗？现在只有我们这三个。对，前面有两个，后面没有了吗？还有吗？没有，雅丽也在前面。前边呢？对，他们两个都过去了。哎，他们两个在后面吧？对啊。哦，啊，有在看见了。对啊。有的人的会快一点，慢慢走。我们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就好。用自己，用我哋嘅步伐。漂亮的风景，对，山猪啊，山猪有点哦，有点像哦，对啊，很像哎，你的想象力好厉害啊，咁都睇得到。漂亮的绣球花，绣球花，哎，现场睇靓啲，手机睇真啲。阿里山的火车，噔噔噔，拜拜喽！行程三，哎呀，很陡，我们回家了。